大家好，今天是一个上班 vlog。 上班之前我要喝很多消肿的东西，红豆薏米水、玉米须茶，还有咖啡。空腹不能喝咖啡，所以我们先出去吃一个早饭。大爷在钓鱼呢，大爷。我每天的早饭都是在便利店解决的。今天居然还没开门，原来是小哥上厕所去了。我跟这个便利店小哥混得很熟。我第一次来这家便利店的时候是凌晨5点，还是这个钓鱼的大爷。现在5点钟，我出来逛罗森，他给了我一块巧克力。罗森的糯玉米是最好吃的，711的烤红薯是最好吃的。我们今天吃一个罗森的烤红薯。而且在罗森还很容易遇到男明星，比如这一位小胖子。谢谢本期的飞行嘉宾，与嘉宾合影一张。好，我们继续吃早饭。谢谢。红薯加热30秒，好了。我找了一个靠窗边的位置。吃完回家的路上，有一个狗仔在跟着我。我们回去继续，先敷一个面膜。敷完面膜，脸上涂好保养品，就可以用一些仪器消肿了。OK， 我们正式去上班。这条狗仔细一看，长得还有点像个人。路上看到小朋友去上学了，大人也要开始上班了。有的人是这样上班的，有的人是这样上班的。他刚喝完奶茶，他说他要补充点蛋白质。开始喝中药了，40。把我都给带困了。 OK， 今天就收工。还堵车了，回家路上。拜拜。